你知道那天我在街上碰到他呀，我们当然还是很友善的停下来聊了几句。我一直很努力的观察他，看着他，注意他，可是我居然察觉不到一点想念我的样子呀！哼，我觉得他真的无聊极了，为什么掩饰自己的感情呢？为什么死要面子呢？怎么样呢？关心我、想念我，为什么不能表达出来呢？我真的觉得很气。就在这个时候呢，我经过一面玻璃窗，我看到了自己的样子。突然，我觉得很难过，因为我终于明白，原来他真的是不再想念我了。
离开离去，成长中悲哀伤感难免，离开离去，你我必须天天苦战挣扎，离开离去，寻找天空中心浓情意，谁无悲哀伤心，人生中多伤感也因心中有爱。